过去九次没有办法上台，那人民也没有办法知道政府在为你做什么，这样很可惜。拜托国民党的立委停止悲歌，反正过去这个议这一个会期我已经上台报告过四次了，那么这种这一个报告也应该让它进行，才能让各地的民众知道政府为你做什么。很多的对答也许可以指正行政院到底哪里没有做好，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，所以希望能够让立法院不要再空转。